算出道引发关注，新专辑破百万销量，人气超旺，创下出道首张专辑就破百万的记录。而成员们近日也卖力打歌，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，粉丝们也都到现场强力应援，可以看出 Zeros 庞大的粉丝动员能力。而成员张浩被粉丝发现在舞台上，因为听见粉丝们超大的应援声，一时感到十分激动而哽咽，还一度失去表情管理，让网友们看到后也称赞，真是新人美爆发的可爱孩子，第一次出道感受到满满的爱，所以特别感动的样子。这就是偶像事业有趣的部分，选秀团体的成员们和粉丝有着更深的羁绊，毕竟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出道成员，真的对粉丝们格外有感激的心情吧。能够时刻保持这份初心和感谢，相信 Zero Base One 的未来便不可限量。